要求婚，要告白，告别单身，统统来这边就对了。Hello， 我是钓鱼爸的查米，又来到这礼拜，我是值日生。那城市钓客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来到了台北的都会公园，之前呢也有人叫幸福公园，为何称为幸福公园？对，大家也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一个 LV 啊，是不是？要求婚，要告白，告别单身，统统来这边就对了。那这边有什么呢？这边听说有呆啦、曲腰，然后还有扶手，虽然体型都是偏小一点的。OK， 那就让我们 Let's go。因为这里很多景点非常好，那可以大家给他看一下，那也有小朋友玩，那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在甩路牙的时候，拜托拜托，一定要先看后面有没有人，然后你再甩路牙这样子。对，那以路牙的方式的话，其实通常就是边走边掉，所以呢不一定会都是在同一个点啊。对，好，有被左一下哦，好像有点东西哦。哦，那这边有被左，我就会再多跑几杆。好，有没有黄鳍博鱼？有点东西嘛，这边有没有？可爱吧，很小只。噔噔，那我们就给它放生吧。这边的体型会偏比较小一点，不过我记得人家说曲腰好像后面体型好像有长到米级的，是不是在大陆那边？哦哦，有点东西哦，哦，抖成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看来是什么？又是一只。哇，今天这个体型很不优啊！刚钓完两只曲腰嘛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接着往下走啊。其实都可以尝试看看，对，那岸边也可以搜寻啊。那其实岸边搜寻的话，变成说我这边一下去，其实很容易惊动到他们。那现在就慢慢走吧，走，我们走到哪算钓到哪啦。哇，哦，好像有点东西哦，不过我的认为是乌龟啊，是我们的曲腰，曲腰，对，这就不会咬太深，好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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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钓鱼吧。其实哦，我建议都是手尽量不要碰鱼体，因为我们手的温度其实偏高啊。对啊，那鱼其实对他也说不定会晒伤啊，灼伤之类的。哎咻，来捕！这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真的很多小曲腰，还没有遇到大曲腰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我一过去，其实鱼都会惊动，所以我尽量就先不过去，先丢了再说。哦，有没有？又是什么嘞？哦，哦，
换我们的吉利小吴锅啦，吉利。吉利钓鱼，吧，舒服，什么鱼都有，这边开开心心的。那接下来我的下一个点会是前面的这棵树下，因为是因为我太热，我需要避一下暑。哦，现在就来到了树这边休息一下。然后打树荫那边，哇哇，整个落水鸟嘞，呼呼，哇，贪吃贪吃。贪吃啊，钓鱼吧！这只吴锅，这只福寿体型也是不错的啊。呜呼，中了，有血啊！呜呼。有木有？啊，又到一只啦，钓鱼吧。树荫底下其实是会藏鱼的，只是如果你在树荫正底下这样子抛的话，其实第一个就把它们吓跑了，所以尽量沿树荫底下远点。哦，又有喽！哦，哦，还是一只小曲妖。这边的取药就比较多了，不像刚前面那边，前面那边的话大部分都是吴锅比较多。对，那这边也到一个中间点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到中间点，中间点其实还蛮美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爱。那中间点其实它还不错，中间点它是可以有厕所，然后我还看到了贩卖机，哇，这个贴心服务。那天气太热哈，或者是有时候突然想大便，我真的我突然就是肚子痛，然后又中午，你又不敢太用力，对不对？你一用力，哇，那就不得了啦。真的要感谢这边这么好的地方，那先投个贩卖机，脆达脆达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胚啊，赖，这是很紧绷哎。来咯，哦，大只的大只的大只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爽啊，中了哦，呼呼，呆呀，哇，中呆啦。从这里的梁嘴巴到这里差不多50公分的小呆，钓鱼吧，刺激刺激，这里有货。好了，放回家了，开心点，开心点，来，来来来，呜，哇，还蝶泳哎，好。那其实今天整体来说的话，其实取腰不错，然后呆，那呆在最后没有钓到，运气算不错啦。那其实这边算是蛮新手场的，
对，那也是希望给大家，但是真的是希望就是说大家竟然每次提供了一个调点，我都在思考到底该不该讲，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台北很多地方，而且很多城市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调，都是希望大家能爱护这个环境，然后以及就是譬如说抛竿，记得抛竿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，周围有没有人，对， 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咯， OK， 谢谢大家，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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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